就叫做明星点评。这明星点评我们肯定得有先来唱歌的吧，就是，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著名的女歌手关牧村。谁？关牧村的模仿者吴广真女士。不长爷，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儿啊？我这容易闪着。这不是没说完长吗？是吧？跟你说哈，只要大家听完他的这个歌，那真是心情舒畅，豁然开朗，脸上不长青春痘，身材全像武大郎。你说的啥呀？一串一串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说这模仿者来模仿我们的关牧村老师，他唱的能不能好啊？唱的能不能像啊？哎，这唱的好不好，像不像，我们还是来听他唱一唱。好。整个年龄只剩历历在，剩历历在，美丽的飞机身上的带，身上的爱。假如你要认识我，我请到青年土地队里来，请到我青年土地队里来。啊嘞嘞嘞嘞，啊嘞嘞嘞嘞，啊嘞嘞嘞嘞，啊嘞啊嘞。你唱得太好了，这不是您什么时候整的容啊？别别别，这是这个关牧村老师的模仿者吴广真女士。哎呀，吴老师，您唱得太好了，就差一点我就听不出来了。是，你说说，这是整容了呢？哎，那我们就是模仿者唱完了，这明星是不是要点评了？对呀，我们今天现场来了6位明星大腕进行点评。我看了一圈，就除了我们俩，没有什么明星了。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哎啊，都在这儿呢呀！对，呵，真都是大腕明星专家。要么咱俩选一个现在最时髦的，学问最高的，然后呢，声音最有特点的，我们选易中天易老师，您看怎样？可以，可以，好，行，我们就点易中天。好。易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啊，易老师，刚刚您听到我们选手吴广真演唱了吧？您觉得唱的怎么样？我觉得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唱的简直就是惟妙惟肖。哎呀，我觉得他选择模仿关牧村的就对了，因为古人云，孔明出天下定三分，要听就听关牧村呐。啊，太押韵了这。咱明人不做暗事，易老师闪亮登场。大家好，这整来整去也是模仿啊。对，那还凭什么呢？我们还让我们歌唱家下面休息吧。都是盗版的。这个怎么模仿？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百变笑星李虎。要不这样，那个李老师您先歇一会儿，对吧？对，你看刚才我们歌手来了，我们总不能就让人唱一首歌就走，对呀，啊，再唱一个，再唱一首。我们接下来唱一个反差比较大的，唱一个童声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我没点评怎么走了？不是李虎，关键是吧，他不敢面对你了。是，你的点评太犀利了。是，哎，那这样吧，既然我们这个李虎这么能模仿，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李虎来模仿我们后面的某一位我们这个大师级的人物进行点评。对，然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去猜，猜猜他模仿的是谁？大家说行吗？好，来，小心，大变身，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刚才
歌挺好，那歌名也好，让我们抵御霜降啊！对对对，这歌啊，赵老师，点点点，那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对对，就是这双桨。就两个字吧。两个字，评价两个字。好，什么字？好，好，对，一个字儿。对，再说您除了这一个字儿，还能有点别的评价不？这是要朗诵诗歌了，这是不行吗？啊，行行行。改革春风吹满地，刚才唱歌真提气。继续努力，要加进最好里面加曲艺。谢谢。行行，这赵老师这点评就到这儿吧，一会儿又不一定唱哪儿去了哈。再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明星大变身。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谁？谁呀？这回模仿的是谁？哎呦，没错，刚才这歌曲我听了。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对，怎么样？这歌原版我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他跟唱的跟原版完全一样。但是这个这样的，一定要推陈，要初心，要有时代感。哎，你唱歌你搞一点 rap 啊，哎，你加点重金属啊。哎，在演唱的时候发型再搞得非主流一些啊，这样就更好了。全方位设计了。对对对，您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这怎么发型，怎么非主流啊？对啊，我坚决不同意曾志伟的看法。我觉得在歌曲里加曲艺没什么不好。相声演员施胜杰向大家问好。这还能串线？就是，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赵本山大哥的这个看法。虽然是模仿，更要融入自己的情感。虽然是模仿，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要想让这首歌曲唱得更好听呢，应该再加一点相声元素，那就更好了。同意的请您鼓掌。相声元素也上来了。哎，你说的这相声元素，哎，我们想起一个人。对，这人呢挺厉害，说过相声，演过电影，是吗？说过评书，他最近还挺擅长主持。这个人是？这个人就是王刚，王老师，来，你模仿一下。明星大变身。尊敬的各嘉宾，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点评之前，先向观众问好啊。这个刚才施胜杰说的这个事情啊，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怎么呢？为什么呢？歌曲就是歌曲，相声就是相声，不能把歌曲搞成相声，也不能把相声搞成歌曲。把歌曲搞成了相声，对不起歌曲；把相声搞成了歌曲，就对不起相声。施胜杰这么一说，是既对不起歌曲，又对不起相声。不，这不管谁说的，这听着怎么有点乱呢？像绕口令似的。别说你听着乱，那施胜杰听完了之后，心里就更乱了。是吗？他怎么想的？他特别难受。我刚才做了这样一段点评。我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艺术得以长足的发展。行行，我其实我真的不是，是施老师，咱别哭了，咱别哭了，行，咱别哭了，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说观众朋友们伤心呐。观众朋友们，咱今天点评就到此结束吧。好好好，点评到此结束了。有一件事还没办完。还有事儿？哎，我受他们的托付，几位明星，哎，把祝福送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送祝福了。好。那我们就先听听易中天老师的祝福。好，第一点就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一点。那么这第二点呢，就是祝好朋友钱呢要多赚一点。好，黄宏老师，祝愿工人朋友、农民、子弟兵，祝愿你们吉祥。赵本山老师，好春耕，粮食满地，金子满坑，祝愿农民们五谷丰登。曾志伟，希望每个好朋友行大运、发大财，吃健康食品，不喝问题牛奶。施胜杰，我觉得此时此刻用什么样的语言都很难表达我的心情，所以我准备和曾志伟我们联袂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好，给大家唱一首《常回家看看》。好，有请二位。希望我们的这首歌曲能够挽救世界的金融危机，希望我们的这首歌曲能让股票不再走低，希望我们的这首歌曲能够消除世界上所有的灾难，让中华更加凝聚，希望我们的这首歌曲能够缓解交通，让人不要在路上着急。希望我们这首歌曲，希望我们这首歌曲快一点唱出来。快唱吧您。唱啊，唱，现在就唱啊，说唱就唱。哎，好，
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跟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心里只有一句话，就是感激，感激每个好朋友给我们的热情鼓励，更要感谢百变笑星李虎给大家送来欢歌笑语。好，嗨，他感谢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李虎，真的要感谢李虎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模仿秀，谢谢李虎，谢谢李虎。谢谢